火焰山北纬42度线以上地球唯一的火炉，翻风热浪寸草不生。但就在它的南麓脚下，遗留了一个近200公顷、名为高昌的古城，和10平方公里以上的墓群。茫茫荒漠，这里的王国如何生存，并发展到了这样的规模？公元601年，吐鲁番的高昌国经历了一场比王朝更替更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原本驱使高昌国第七任国王屈前固病殁，王子屈伯雅继位，然而老国王尸骨未寒，却发生了背反伦理的逼宫事件。许多文献曾有这样的记载：奸死子伯雅利，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纳突厥可汗女。突厥可汗是指达头可汗，他曾将女儿嫁给屈前固以结和亲。在屈前固死后，突厥逼令其子屈伯雅娶母后为王妃。突厥有这么一个风俗，就是以妻娶母，上代的王去世了，夫人还在，有时候夫人不止一个，好多个夫人，那么下一代要做王的时候，应该把上一代的那些小夫人也作为自己的王妃。这本是突厥的婚嫁习俗，但对于汉人而言则属于大逆不道的行径。突厥的逼宫将屈伯雅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是屈从还是抗争，屈伯雅内心十分矛盾。他当然清楚王国一直以来在多方势力挟持中立国求生的过去，公元460年，柔然汗国在攻灭盘踞在高昌城的北凉流亡政权后，扶持汉人看伯州建立高昌国。公元499年，从金城，也就是如今的甘肃兰州迁来的屈家被认为高昌王。此后140多年，高昌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稳定的汉人政权，历史上称作屈氏高昌，四代政权享国最久。而屈氏高昌始终是一个以汉文化为基的政权，周书、北史中都曾记载，文字一同华夏，兼用胡书，但日常交往皆是胡语。高昌国四周草原民族游牧文化环绕，但它的内部则是以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社会科学上以化生万物为题，刊登了一幅来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图。绢画图中，伏羲在左，左手直举，女娲在右，右手直归，人首蛇身，构图奇特，极富神秘色彩。至今吐鲁番出土的伏羲女娲图被刊布的不下30幅。早在西汉时期，画像石墓就刻有伏羲女娲的人面蛇身形，到了东汉时期又十分盛行。相同的伏羲女娲图出现在高昌，又出现在中原各地，这里面究竟有什么联系呢？这些图又蕴含了什么意义呢？
《山海经》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骨其腹。据传说，华胥国的一位姑娘在雷泽游玩的时候，由于好奇，踩了一个巨大的脚印，因而受孕生下伏羲。雷泽的脚印正是书中所写的雷神所留下，所以伏羲遗传了父亲的龙身，在后期流传中演化为蛇身，两神半人半蛇的造型折射出远古人类对蛇的崇拜。伏羲女儿就是人类的始祖嘛，是吧？由于他们这个交合在一起组成家庭，然后才有人类的繁衍嘛。这个是一种人们的一种信仰，就是对于天堂的一种信仰。那样人死了之后呢，在云造墓室的时候，往往在墓室里头啊，摆上这么一个伏羲女儿的像。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北地的一些汉人为了躲避战乱，穿过河西走廊避难到契外的高昌国，同时也带来了丧葬文化习俗。这些伏羲女娲画所包含的意义和中原的完全一致，传达出阴阳交合、繁衍后代的深刻蕴含，也正表明中原文明在高昌国的传承、交融和扩展。这是一个叫卜天寿的12岁男孩的家庭作业，上面清晰地公录了《论语正氏注》全文，同样出自于阿斯塔纳古墓。他透露出1300多年前这个地区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汉文化得以广泛推行。也就是说，无论屈伯牙还是在他身前的那些高昌国国王们，内心一直坚守着一份对中原文化的信念。他们本来就是生长在汉族的地区，当时学习的儒家的文化教养出来的，只是没有办法避难才到这个地方来。避难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还是寄宿在学习儒家的经典。但是在草原强权的环伺之下，历任高昌国国王审时度势后都明白，一个孤悬气外的小国想要维持政权，就必须抚养于这些强大的变法民族。到了菊氏王朝的时候，不只是靠一个民族啊，一方面靠中原的王朝，同时呢在这附近呢又依靠楼兰，哪一个势力强大，依靠哪一个。屈伯牙自小就感受了太多气外之地阵亡人稀的悲剧，他不得不反复衡量利弊，突厥施加强大的压力，你不干不行啊！最后呢也就顺从了，就把他上一代的那个居前固的小夫人也就拿为自己的王妃。史书记载，伯牙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此次逼宫事件成为屈伯牙一生波澜的起点。一时的顺从不可能压抑他内心的屈辱，他一面继续维持和突厥等游牧政权的关系，一面却将目光投向了中原王朝。那里尽管远隔千山，却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有着屈伯牙寻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庇护。吐鲁番是新疆著名的歌舞之乡，这里早在隋唐之际就有了极具民族特色的高昌乐舞。屈
屈伯牙首先以这样的华姿妙音吸引了中原皇帝的注目。公元609年，隋炀帝巡视西域，高昌国王屈伯牙亲率西域27国国王佩玉披锦，焚香奏乐，跪在道旁相迎，场面之壮阔，在西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一个皇帝，他对于周边的民族很愿意夸耀自己，把西域的一些好多民族和国家都招来，都招得来举行盛大的民族聚会。高昌王一看这个隋朝嘛，已经是大统一的大帝国了，那当然心向往之了，就是愿意臣服。西域之巡后，隋炀帝四海至尊的威仪确实震服八方，小国纷纷派使往长安朝贡。屈伯牙更加别出心裁，他特地遴选了一支高昌乐舞团到京城献演，顿时轰动朝野，倾倒京华。屈伯牙的俯首忠心令隋炀帝大为赞赏。很快，隋炀帝亲自设宴款待屈伯牙，把宇文侍女册封为华容公主，嫁给了屈伯牙。不久，隋炀帝又赐封屈伯牙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此时的屈伯牙踌躇满志，带着对中原文化的倾慕，他开始拜师问学。当他日益徜徉于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奥妙无穷中时，一个计划在他心里秘密形成了。本来作为曾来自中原的世家子弟，屈伯牙有着自身的开明和包容，他并不反对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但自接受了中原正统的诗书礼仪的熏陶，他越发倾慕中原博大精深的文化，不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王国。突厥，他是那个头发后面，他是变成一个小辫一个小辫，在突厥石人上能看得很清楚，或者是他整个披头散发，这样整个披发，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的穿的衣服，汉族人喜欢右衽的衣服，而那个游牧民族啊，他是喜欢左衽的衣服，就是披发左衽。跟随隋炀帝在长安停留短短的时间里，屈伯牙既对那里的繁华铭记于心，也对中原内地的衣着打扮倾慕不已。带着无法消除的被突厥逼宫娶母的心理阴影，屈伯牙决定从服饰入手，改革高昌国内各种带有游牧特征的文化现象。他到了内地去看了之后，内地的服装、内地的发型都跟我的国家都不一样，而内地的那些东西看起来更先进，更摩登吧，是吧？更。他是从这么一种视角回来了之后，应该要把本国的这些风俗习惯改成跟内地一致，还是要恢复华夏的文化嘛。先者以国处边荒，竞联猛敌，同人无咎，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其象。古迹沐浴和风，数军大化，其数人以上皆以解辫削刃。公元613年，屈伯牙开始衣冠发服制度改革。服饰作为一个民族的符号，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
恢复华夏衣冠礼制，意味着以此来维系高昌和中原之间的文明传承和血脉延续，抵御突厥等族的武力和文化侵袭。只是谁都未能料到，一场激变由此酝酿。改革推行未久，隋炀帝东征高丽，而导致隋朝衰落，一度被隋灭亡的吐谷浑又已复国。西域的西海、且末、鄯善也纷纷撤郡立国，摄溃可汗趁机一统西突厥。屈伯牙解变薛任的改制，本以隋朝的支持为后盾，而此时也已雄霸西域的西突厥、摄溃可汗和游牧民族已经开始警惕屈伯牙亲近中原，试图摆脱他们的行为。突厥的阻碍嘛，就是不希望他跟中央王朝啊走得太近，啊贴得太近，嗯，因为突厥呢，他有他的打算，希望高昌王国技术独立存在，这样独立存在对他有利，他可以从这里征收到一些赋税，得到一些常年的贡税。吐鲁番盆地的上空再次风云变幻，屈伯牙的衣冠礼制改革最终因触动了草原游牧政权和国内顽固势力的利益，引来他们的报复。人民穿着这样的服饰，就是经历了好长时间，屈伯牙然后突然之间要让国民呢去改变他们的衣服啊，改变他们的发型啊，这样的话一下子是并不能为所有的人的接受。在这种抵触情绪下，那朝廷里面的这个大臣们呢，也有些保守势力不愿意改变这个旧制习惯，是就是出现了一种冲突，政治上冲突，这么一股势力起来，就把屈伯牙要把他赶下台。屈伯牙最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史料缺失，今天也很难知晓其中的细节。但阿斯塔纳古墓发现的文书可以让人窥之一二。1973年，阿斯塔纳第206号墓出土的屈伯牙麾下左卫大将军张雄和他夫人屈氏的墓志中，记述了张雄将军的生平事迹，也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张雄当时当的官位叫做管朝郎中，这权力很大。墓志记载说，当时国内有人要推翻，要赶走屈伯牙。管朝郎中呢，张雄呢，就出来仗义执言，就是不能推翻。专家推测，屈伯牙在位期间的年号是延和，而他推行衣冠礼制改革一年后的公元614年，年号就变成了议和。议和意为友谊和邻邦，因此高昌国很可能发生了一场草原强权插手的政变。有人推测，议和政变呢，是突厥人或者是铁勒人在背后支持的，有可能是这样。高昌王国有一部分贵族跟这个铁勒族的关系很密切，可能是受到铁勒人的指使，暗中指使，造成了一个政变，赶走屈伯牙。
徐伯雅被废黜而亡命天涯，张雄率一支部队紧随其后。不难猜测，护佑高昌王踏上逃亡之路的张雄，对屈伯雅的那份民族文化殉道精神和重重离恨是如何的感同身受，所以他才能舍命护主，并同样坚守着来自中原的文化道统和血脉传承。这是高昌城人心所向的一种力量，也是高昌城在渡尽劫难、历经悲欢离合后，重现繁华荣盛、融洽祥和的精神所在。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张雄率部反击，平定了高昌政变，屈伯雅终于返国，重登王位。由于张雄居功至伟，开始掌管高昌国的军政大权，而在屈伯雅的治理下，高昌国恢复了与中原密切的交流关系。新疆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张雄夫妇墓葬时，惊喜地发现了初唐时期人物精品绢画《五岳屏风六扇》和围棋仕女画长卷。张雄的夫人屈氏死后，还被中原王朝授予永安太郡君的称号，以表彰张家对国家的贡献。今天再看这些贵夫人的服饰，他们雍容华丽，富丽堂皇，正是隋末唐初中原西域各民族融合交流的切实证明。高昌王国历史上最稳定时期又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这是他作为丝路重镇一生的宿命，也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小国顽强求生的缩影。但是高昌王国的故事注定不会结束，其后不久唐朝就发兵20万攻打高昌国，令屈伯雅为恢复华夏礼制所付出的努力付之东流，张雄最终也抑郁而终。赤日炎炎的戈壁滩上，高昌王国的命运究竟如何？